看起来故人院的艺人却越来越红了。同样是吃辣，自己呢吃一点点就吐出来，硬是不吃还装可怜。那为什么人家只把辣椒加那么多，你只加一点就吐？你们也可以说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、啊。现在是我是新人，你是前辈在教训我的罪。我看过最严重的就是他还特地写了一篇网志骂我，没有，他写说我什么一开始他说不知道是因为跟在一起有关系，然后越来越龅牙。明天晚上11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曝光帮帮忙。